朋友们好，我是老毕。今天来看一下我这里啊，总共有多少个品种的花，品种琳琅满目的。现在好多客人来啊，那些之前买过的客人来都说现在品种好多啊，认识十种以上的就是经常养花的花友。游龙杜鹃和招财杜鹃，这种普通杜鹃，这个是矮牵牛，很多不同颜色的。茶花，棉菊，火红的一片红，富贵子也叫黄金万两，满堂红，四季桂花，含苞待放的月香，大花蕙兰，蝴蝶兰，各式各样的菊花，欧月，彩椒，百合，彩叶的天竺葵，喜庆的灯笼花，口红花，红豆杉，郁金香，绣球花，罗汉松，等等等等。刚才拍这些大概就是现在品种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。每年这个时候，蝴蝶兰，品种啊，花都长得特别漂亮，然后每天处在这样的环境啊，非常的舒服。特别是那种桂花，开花的时候真的满园飘香的，非常的舒服。春节快到了，朋友们也可以抽时间去当地的花市去转一下，欣赏一下这些漂亮的花卉啊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喜欢老毕视频的朋友就点一下关注啊，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好看视频，轻松有收获。